想到海贝越南小弟告白。 I love you beautiful。你剪个名发，来这边就可以享受我的虚荣心哎！这个就是大明星啊！啊，看起来很帅耶。Hello， 我是阿志，晨晨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今日外宿中》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点呢，是距离我们饭店大概走路10分钟左右方可必来的冰城市场。后面其实是一片混乱，超混乱。对面就是我们说很好汇率的那个换汇所，对面呢就是市场。其实很多人都说观光客不要来，因为会被宰。听说呢，里面的价格它开出来之后直接砍半就对了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，大家都说我长得很像越南，那我们就今天来问一下当地的老板，觉得我到底像不像越南人？他可以看到这边交通很乱，人口很混杂。我觉得它外面这个白色的外墙还蛮漂亮的，可以看到这边的人，你走过去店家都会用一种。哎，要不要买啊？就一直扫描，全身扫描，因为他其实感觉出来我们就是观光客。但身为 AKA 小资救星的我们，怎么可能会被骗呢？不得不说，他这边卖的东西真的很多哎，很多样化，包含连佛珠都有在卖。接着，我们来到了一级战区美食区，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吧。你看，我才一进来，然后就一大堆来围攻，对，被三位啊出马。对啊，来这边就可以享受我的虚荣心哎。我整个就是大明星啊！来，我们来这条试试看，干嘛打手？干嘛？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。Hello， 你好，好皮吗？是不是？阿志真的变大了？是不是？拜拜，努龙努龙兄。嗨。是不是？对。但是我们等一下会找一家面店试试给他。大致上的感觉就是每个店员都在抢着走在路上的客人，希望你去他们家吃面。要吃这一家吗？我看一下他，我怎么用多粉？六万六。层层被围攻，哎，需要签名吗？啊，你签个名吧，他应该会开心。你干嘛假装签名？什么意思啊？老板傻眼。加签名。那这边大同小异大概都6万到9万。好厉害，这样小。他中文超强的。我们在这就好像困兽之斗一样。哦，是同一家啦。哦，是同一家。那要不要吃这一家？好啦，那我们就这一家啦。中文很厉害的小姐姐，谢谢。点了一个鸡肉的盒，那我点了一个烧肉饭，脆皮的，脆皮的，分量感觉是就是很小，比外面卖的分量再小很多。这两个都是6万。哎，等一下，在吃之前跟大家讲一下，在越南啊，进去他们的餐厅或面店都会给你这个狮子巾，都会放在盘子上。那其实这个狮子巾都是要钱的，你开了他就会跟你多收钱。因为我们已经连吃了2天的粉了，对越南的粉已经基本上有点认知。那我来试试看这家的粉如何。它的粉一样是非常的 Q， 不会烂，很好吃。好、thank you、thank you。汤比较没有那么酸，它喝起来比较偏甜，喜欢吃清爽那种。看看你的烧肉，哇，看起来很脆耶。对，就感觉凉掉，肉有点硬，我觉得就冷掉。跟泰国比的话，还好啊，我觉得还好。我们昨天有在槟城外面的店家吃，外面的真的很好吃。我们已经帮你验证过了，不会比较贵，但是它比较少，口味我觉得没有那么到底。直接去外面吃。究竟阿志的身世之谜今天会不会解开呢？我们来问看看这一位越南小姐姐吧。会讲中文的这位，拜老板。那我先问一下，请问你是越南人吗？我是越南人呢。是。为什么你会讲中文？因为我有水壶。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请问你觉得我长得像不像越南人？第一眼看到的话，你。对，我也是觉得你是越南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但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？是台湾对吗？对。哦，所以你是听口音。但是看脸觉得是越南人，所以老板也觉得我长得像越南人。第一个我们就中了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想不到问了第一个老板娘，他就说出觉得我就是越南人。他没有迟疑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我们再问看看别家好了，好，你已经5票已经中一票了，你在卖什么？咖啡的，老板在卖咖啡。你觉得我长得像越南人吗？第一眼看到我，你是一个越南人。你是认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的样子很像越南人，而且他非常的肯定的看着我，一直点头。到底为什么？所以第二个也中了，中了，我遇到两个很可爱的小弟弟。哎，怎么有一个跑走？他会害羞是不是？啊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告白，阿志会怎么接招呢？啊，他跟你告白，他
是你什么意思？他说 I love you。对，他跟你告白。Why? Why you love me? 哎，我是有一点口音了。啊，我们急需翻译。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Do you think I look like Vietnamese? Y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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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m 三个了，他还说 Sam 呢、欸，为什么一样啊？我已经第三个都中，也、欸、没有一个人投不要、欸欸。你已经过半了、欸，你就坐下来卖水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大家来看一下。等一下，但是这个小弟他刚直接跟我告白，我觉得，哎、欸、，I don't know、欸。但是我发现啊，刚这个小哥啊，他又打雷射。打雷射，因为他的脸上都是那个蜂蜂王。Why you love me? I love you.Why? I look handsome. Beautiful. Beautiful. Are you kidding me? Đại là đẹp trai, đẹp trai. I come from Taiwan. Yeah, Taiwanese. 那你们就来个拥抱好了。其实也不用吧。好，为了节目我们抱。我们来个国际外交。Can you hug? OK. Hug, hug. 这么夸张吗？不会这么 popular 吗？他害羞了。OK. Thank you. 宝贝，你看。啊，里面是蛇哎、欸！它这个酒感觉很补哎、欸，它里面有一只完整的眼镜蛇跟一只蝎子。Oh my god！ 而且那个蛇好像看我，这个好像是喝了会变变的，我觉得你需要哎、欸。我干嘛要变？我本身就是变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实测看看，在槟城市场里面砍半杀价究竟会不会成功呢？奶咖啡怎么卖？那可以20万，直接砍。对，台湾人。台湾人啊。对啊，这样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可以吗？没有意思，说台湾人啊。送给你这个啦。好啊。哦，老板娘说要送他这个。不行，不行，太贵啦，太贵啦。那我不理我了。他直接去缠另外一个人。好啦好啦，再来挑战看看。这个包包花多少？一个，哎，你怎么会讲中文？哎，会讲中文呢、欸，小姐姐。25万。好、哦，我们先砍对半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No， 他是砍5万。对。No， 不要了。看来上演走人的戏码好像也没用了。他没有追上来哦。哎、欸，他没有追上来。好，我觉得他们也学厉害了。因为刚刚那个卖咖啡的，他一听到我是台湾人，他就起了戒心，说台湾人，嗯，这样子。就叫救兵来，这边折半砍已经没用了。Do you think I look like Vietnamese? Not really. You look like Thailand. 就是东南亚那一带的。So you first see me, you don't think I look Vietnamese? No, look like Thailand. Maybe look like Taiwan.、台湾。台湾。哦，哎，猜对了。但是他第一个是猜 Thailand 哦。You from Taiwan, right? Yeah, from Taiwan. Yeah. First Thailand, right? Yeah, yeah, the first Thailand.所以第一个还是泰勒。You think I handsome? Okay, not too much, so so. 长得好骚。Why? Thank you very much. I think you're hot. Very hot. Thank you. You have a channel? No. Oh, that's good. That's good. Can you show me the face that once you say I subscribe? I don't have the face. I subscribe. I subscribe.No. Okay, you can subscribe. Good, you're fine. Good. Well, 卡拉丘来，卡拉丘来，卡拉丘来。哎，台湾，他刚说我是 from Thailand. Thailand. 泰国人啊？哦，像泰国人。来接吗？来接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懂，为什么他要拍我的背？吓到。来接呀？是你啊？不是啊。也是没有像，他说我不像越南人，都没有泰国人，泰国也是泰国，泰国又重了。你中文为什么那么好？你中文很好。当然啊，我在台湾公司工作嘛。你在台湾公司，竟然说是泰国人。台湾，谢谢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逛完了这个槟城市场，真的太有趣了，太好玩，完全颠覆我的想象。如果有看我们的实测，就发现他们现在都是聪明的，听到你。直接砍一半，他们就说 no way， 所以大家不要再相信来这边杀半价就一定会获得，要会给一点意思，他们吧，顶多会让你杀个万几万，杀一半是不可能。植物的部分，我真的觉得不要来这边，真的不可惜。同样的，我们有三票是说像越南人，两票是我像泰国人。
之就是越南跟泰国那一带，所以阿志像越南人，这是经过越南人认证的、哦、认证的、哦、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槟城杀价之旅越南人认证之旅完美的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来越南，我还是很推荐你来槟城市场感受一下他们的这种市集的气氛，那买不买吃不吃就看你个人咯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